行，我没劲了，不想跳。随便看看吧。送礼物，怎么说呢？昨天请假没有来，所以992的老粉跟我们直播间的人应该知道，这两天是比较不舒服的，所以对于跳舞这个事儿是，很不想跳的。但是对于上一个麦序的，主要是有人太能逼逼了，然后我又不想跟他对着干，然后就跳一个比较狠的，跳了两个比较狠的，所以这个麦序我们基本上就已经快死了。我们就闹着玩一下吧，先送烟花。但是我昨天请假了，今天
没停下来，昨天不是也没有播吗？对，你想想，就是大姨妈加感冒，什么感觉？嗯，就是还是很棒的。就回直播间了，回直播间再聊吧。在这里心疼老大，我一下子看到这个公屏，妈耶，你别这样，你搞好像就很那个什么。星星秀燃爆星星就在这里，新建的哥哥们喜欢我的声音，好嘞。大家一会儿不要离开992，新建的这个哥哥们，大家点一下麦序上主播的关注吧。然后本频道长期招收场控和这个，场控和管理，对大家有需要的话可以私聊一下我们黄这个麦序上的黄马。行，知道了，别说话，不唱歌也不跳舞，嘘。Je veux te voir bouger, vas-y, remets tes formes. 我们换一个吧，换一个简单的，然后跳完了就结束了。Suis-moi, tu vas kiffer, pas moyen que tu dormes. Hey lady, hey baby, montre-moi ton corps de rêve qui fait kiffer, tu le bandit,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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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bandit.
奋斗中很好。还一分多钟，我们玩一会儿吧。来，欢迎大家来到九九二星星秀燃爆星，在这里新进也给我们大家点一下梦的关注的，然后点关注不迷路啦。关注一下麦序上所有的主播吧，本频道长期招收场控和管理，大家有需要的话私聊一下我们麦序上的皇马就可以了。大家不要起哄，尤其是带着我马甲和我们，就是带着我马甲和我真爱的人，大家不要就是吵，因为就是很多人他跟你讲话，但是你不能就是跟他一起吵，对吧？毕竟每个人口味不一样嘛，可能他喜欢的就是不是我这样的，那就没有办法，对呀。好，拜拜。还有说穿的多的，心中无马自。